你不能吃就不要吃吧。你们笑我疼一点点好了。你有吃过吗腰子？我跟你讲，你吃看看。你像吃过那么吃腰子对女生很好。女生吃这种麻油的东西是真的 OK 的。哦，下雨了。下雨太嗨。那叫什么？瓦吉冰。就是烧瓦吉跟瓦吉冰各一份，对不对？各一份吗？对。那我们就各一份好不好，老板？好，谢谢。我已经很怕吃猪肝跟这些东西。OK。哎 ，OK 喽。OK 喽。下一站，一定要记住。爱玉，没问题。OK。过了牛肉炒面。电话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哦，第一次。干嘛？你们在哪里呀？跟你们没有很好，你谁啊？直接讲一下啊，大家好朋友一场。好，大家都老实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现在吃到那个沙拉船。你们沙拉船？你们的沙拉船？啊！牛逼！我等这个，我们就在你后面。好，哎，那周星哲在哪？周星哲，好烦，他们在好爱聊天。我先吃啦，好烦哦。周星哲，那个我们这边制作人问你说你们吃到哪边了？对，那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我们爱鸭血妹。你也学会骗人哦。啊，不单纯了，不单纯。学坏已经学坏。好，那我觉得我跟你们讲电话已经多余的啦。我讲，我要挂电话了，拜拜。哎，这冰仔很好吃哎。切小块，切小块，这是一口吞的食物。你给周星哲，人家是偶像。因为我这样子沾不到粉，所以你要继续，然后再倒点粉的嘴巴。还有马吉，还有面，里面有马吉，没有人这样子。老板，我们要两杯柠檬爱玉哈，去冰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我跟你讲，去冰就是外行了。他为什么？冰会占容量。啊！没关系，一个嘉宾一个去冰 OK 了。来，我们一人挖大口一点，来，一二三。可梦，哇！可梦，不要这样，等我的跑，不能逃避。OK， 不是，现在下雨有多冷？很冷，而且这边我刚从那边滴到雨，很冷，神气到头都包下去了。对，冷到穿外套，你敢逛吗？我怎么把裙子撕了？老板，这不会，你看这些穿雨衣的人有多不人道？这个雨衣。你看，你像里面要好好咬下去。碎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碎冰先生啊，你们是太冰了，我的逻辑咽下去，我的逻辑是不是对的？弄巧成拙，骗这辈子超难吞下去的。哎，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东西都不要加冰。然后热的东西不要加热，我们就凉的。快失温了，露露快失温了，露露快失温，你看露露，人工呼吸，人工呼吸，你在抽筋着，人工呼吸，快点，我告诉你过，我知道我以前这样对你的偷的，那我弄我了吧，好，谁叫你们先弄他了，我以后我也要弄你了，来，快快先，非常嗨，来哦，哎呦。一嘛，然后再跳个二或三，这是我们的策略。幸运，幸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我们是 Lucky Man， 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是 Lucky Man。他不会中文。设计球，累计射过十二颗，七个骰子。这个有设计球吗？容易。这边走，这边走，这边走，走里面，走那个里面。哇，雨这么大。哎，我主要丢马奇在这里面，马奇应该不知道冰不是变硬了，我要吃还是 Q Q 的，很好吃的。是要技巧的吃啊，第一层马齿莲雾花茄子，冷热交切吃，不同的层次这样吃。那这种下雨天这么冷的天气里面，爽，跟我谈冰的，你很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他对着你说爽，好冷哦。
包了。另外一个好。请了三位不同国籍的观众合照。啊！开玩笑的吧？现在这个时间没有外国人按那个。现在真的没有外国人。没有，刚路上超多的、啊。吃完了再刮一刮，按这种弄，好像一碗新羹一样。还是一碗啊？我真正好像你不洗，你看。这是谁甩的啦？对啊，是的。我们先打他，但我就不要了。我想起来了啊！好了，讲一下你是哪里的？香港，香港，香港。香港 OK， 各位要合照，来，要合照，弟弟来合照。好，来，一二三。你是哪一个国籍的？没有，我杭州。杭州，来，杭州，谢谢。还有一位，他有时间插嘴吗？高先生，有点麻木嘴。好，胸口有点湿温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冷的。你现在直接把拍摄图片一张拖过去，我现在整个激动到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从里面的冷出来的感觉，我那个胸。身上该说的都说掉了，你知道吗？还好是哪里？扬州。扬州。没问题。扬州。扬州。扬州。OK。OK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不要表演，表演，表演，表演。糟糕，好运用完了。本来一路领先的怀秋队却甩到了大分量的墨鱼饭，难不成幸运女神真的离开他们了吗？我真的吃不下阿婆饭团，最后面饭团特别大颗，就跟排球一样大颗，还有两份。